超级课堂讨论课，今天话题说点啥？声一响，接着来。上课，起立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请坐。共同走进超级课堂，我是学员周全，我是班长大洋，我们的口号是上课我们是认真的，搞笑我俩是奋不顾身的，哎，每天准时准点我们一起陪您来上课，多好啊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，每天呢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快乐，更有好礼送不停，哎，没错，还是老规矩，首先走进今天的讨论课。哎，周全，我问你，你身边那帮小朋友、小兄弟，这个酒量都啥呀？最多能喝？这我可不瞒你说，要论酒量，人能喝这些？一瓶啊？嗯，十瓶。一直喝呀？一直喝？哎呀，真是好酒量！这咋成酒蒙子了？行，我今天要说这事儿啊，跟酒是有关系。有关系吗？我让你看看，下面有一个兄弟就是啊。见天的喝呀，迷瞪的喝呀，喝到最后啊，这媳妇儿跟他朋友上演了一出戏。哎呀妈，这咋又喝这些呀？不是，你怎么回事啊你呀？哥，嗯，我换一样，服务员长得太磕碜了。这你媳妇儿你怎么气呀？你都不认人了，你喝的你这一天你不就我。我刚弄死他，哎呦，弄死他！哎呀，这位啊，弄死他！这道可给我弄屁了，你看。受累了，刘哥。哎呦，你说田华，你能不能听点话呀你？啊！我告没告诉你不许你喝酒啊？不是你自己啥身体你不知道啊？啊！你还要不要你那肝了？我肝没事，坚若磐石，杠杠的。是杠杠的，都肝硬化了，能不杠杠的吗？哎，不差这一顿了。我上次跟你说啥了？你忘了是不是啊？我说没说过，再喝一次酒怎么办？啊？离婚？对。你看看，就这样似的，一说离婚就跟我俩装睡，装都装不醒。哎，你换一种方式说呢？田哥，再喝一杯呀！来，老妹儿，我敬你啊！跟谁的好妹儿呢你呀、啊？我最敬你了。不是，我说你一天你都跟谁喝的？你还老妹儿大哥的你？难受。那气死了！一天你都，你能不能跟点好人混呢你啊？净跟一些狐朋狗友混，你说你守啥人？你学啥？就那样，那什么，我回去了。你得不是，哥，你可别走，我没说你。不是你这项给我刮的挺狠的，这不是故意的，哥。你说你俩这些年了，我能说你吗？不就是跟他着急上火吗？你说，哥，你都不知道啊，就他那身体呀、啊，都喝酒喝完了，高血压、肝硬化、糜烂性胃炎、前列腺肿大，这些狠病都在他身上。喝酒喝的吗？这酒怎么记也记不了，你说那他能记？我比你了解他，他根本就记不了，他记酒我都得记饭。怎么事呢？他爷爷没人逼他喝，他自个找啥老自罚这玩意儿。自罚啊？人家孩子结婚，咱们去随礼去、啊、人家一桌啊放一瓶酒，一瓶白酒，他到那进人去晚了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我自罚三杯。你看这三杯就喝这样啊？不是扎啤的杯。人这桌的酒人都没够，完一上别桌拿的，人老丁头就掐钟在那等酒，一滴都没给剩，老丁头一会儿把随礼钱都要回来了就。这人这么喝不就废了吗？哥，我今天我肯定有招把他给他这酒给他记他。怎么记呀、啊？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，
我这个招我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，但是你需要你给我演一出戏，哥，行吗？演什么戏呀？你演我老公。演谁？演我老公啊。那不行，让你嫂子知道都得把我踢死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哥，你能有点正形啊？我嫂子都没多少年了。没多年，到时候他给我托梦点我两句，我都犯不上了。哎呀，哪有那事儿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么的。哎呀，现在就演呢。我告诉你咋回事。嗯。他有个毛病，喝完酒他醒了，他愿意喝水。下药啊？那不行，你不拿我当西门庆去吗？那武大郎就这么死的，后来让武松给揍完了都。不是那么回事，你说你想的那么多呢？嗯。这么回事。明白没？啊，明白了，演好了啊，真点啊，嗯，行，来，你换一下造型，不是一下，哎呀，这您喝的，媳妇儿，帮我倒杯水。媳妇儿，哎妈，这酒喝的就杯都拿不动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长上了？哎呀，怎么的了？这是？啊，这谁家呀？怎么这谁结婚了？沙发是我家的呀？怎么回事？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媳妇儿在哪？媳妇儿，你就歇。哎呀妈，我吓死我了！怎么还有灵堂呢？谁把我照片供上了？不能吧？难道说我屎了？喝酒喝屎了咋的？不能，这死人没有体重，我称称就知道了。照片挂哪呀？这个是挂原来的地方就行。哦，刘建光，你个王八蛋！你，我拿你当最好大哥，你娶你弟妹是不是？
啊，然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然然你看这俩偏吗？这俩的不偏不偏，正好。用调整一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是人吗你？怎么又哭了呢？你这不落井下石吗？又想他了？没有。那不行，就咱俩拉倒。你跟我那时候，我也不怎么同意。不是不是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别告诉我你主动追的他。老刘，你别生气，我是爱你的。我一直在琢磨这事，我陪你大这么多，你到底爱我哪？我你爱他哪呀？这是。我不就爱你不喝酒吗？人也比较听话，成熟。主要是有气质。我呸！你瞅你这熊样吧，你还真有气质。洋洋。啊。哪个窗没关呢？怎么进来点风呢？还有风？没有风。老刘啊。嗯。明天咱俩就结婚了，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？明天就结婚，你这么着急啊你啊？洋洋，我现在我就想让你亲我一口。行。等明天正日子对吧？一样吧你。我现在有个事要说，当时呢，咱俩结婚呢，我同意了，之后，你不说把这房子产权交给我吗？是真的吗？真的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给他那是我一分一分挣来的，给他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放心，我都给你啊，老刘。我老刘，我还有个儿子呢。送孤儿院去呗。太不是人了，你畜生你！爹的不好，怎么也是我的骨肉啊，你就收下他吧啊。那个原来准备起名叫什么名？叫田小亮。要随我姓，叫刘大亮。不行。可以。老刘啊。啊、嗯。那个明天咱俩就结婚了，咱俩是不是应该彩排一下结婚的流程啊？啊，得彩排呀、啊，我得排一下子。排一下，来来。嗯。音乐起。哦，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，你都愿意娶江洋洋小姐为妻吗？我看你敢说一个。我相当愿意。江洋洋女士，你愿意嫁给刘建光这样有气质的男人吗？只要他不喝酒我愿意。我不愿意。没人反对，我们成交了。洋洋，老刘，洋洋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这个我知道了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哦。只要你不喝酒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们以后的生活就会更美好。因为我不在乎。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因为我白的啤的都不喝，都不喝。一起来，开炮！我承认都是喝酒惹的祸，能不能把我老婆还给我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。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婚房吧。看看船够宽不？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会给这个家庭一个承诺。媳妇儿，我再也不喝酒了。你打太狠了，是不是打太狠了？打死了吧？有气儿没？没有，还有气息。没事没事，快快快，
我回呀、啊。你要回去吗？我得这样。行了，哎，咱们这得藏起来。那我们俩去。哎呀，头疼。老公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要吃点什么呀？不是和我说的。媳妇儿，既然你找到了更好的归宿，老公祝福你。等天一亮，我就走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没水。400来斤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没听见呢？我真没使啊！我不是，我说你搁这喊啥呢？媳妇儿，你能看见我吗？你是鬼呀？我看不见你啊！你掐我一下！不是，你是欠掐呀！我没使，我真没使啊！不是你喝酒喝疯了你啊？我没使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你咋的了，老公啊？你咋的了？吓死我了！啥事儿啊？把你吓这样啊！别哭了。咋的了？你看你媳妇儿，我刚才做个噩梦，梦见我使了，完事儿房子也改名了，儿子也送敬老院去，让那让工人上去了，完事儿你还改嫁了，你是吗？你说你嫁给谁了？你嫁给谁了？你嫁给人我。你嫁给刘建光了，我能嫁给他呀？他那小老样的，这老真令了。你俩还完还说那什么要结婚，完你还说他有气质，完、哎啊、我这你要入洞房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啊、哦！别哭了，你喝多了，喝多了啊、哦！不是真的啊、哦，假的，别哭了啊、哦！媳妇儿，哎呀，行了，媳妇儿，我以后老公向你保证，向天发誓。我再也不喝酒了，我要再喝一滴酒，我出门就闯。行了，小样的，真不喝了？不喝了。行，别哭了啊。嗯。饿不饿？我给你做吃的去啊。谢谢。不能喝了，我再也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，把我藏的酒我全扔了。老刘。你跟我家干啥呢？是我呀。你干啥来了？那时候我说给你修立柜，你能信吗？要说这个酒啊，哎，它是好东西哈、啊。但是呢，得适度啊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哎，伤身不说吧，夫妻之间你还伤和气呢。哎，可说呢，哎，这回我看啊，他肯定是长了记性，没长记性了啊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稍事休息，接下来是眼保健操的时间了，下节课更精彩。头脑王者等你来战，有奖问答给你好看，下节课程很精彩，铃声一响接着来。再次走进超级课堂，我是学员周全，我是班长大杨，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头脑王者环节。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超级课堂头脑王者的环节，欢迎这位同学，您好。喂，你好。怎么称呼？我叫张震。好，张同学。今天呢，为您准备了9道题，咱们3道3道来回答。如果头三道问题您回答正确的话，将会获得由吉林省检修坊上外星公司为您提供的胶合木耳。问题是这样的，
著名古迹秦始皇兵马俑位于我国哪个省份？山西。请问树木是靠什么来记录年龄的？年轮。一年里面有多少个节气？24节。差点说气节。24个节气啊。还有三道问题要继续回答吗？好，问题回答正确的话，还将获得吉林省讲师李烨为您提供的杂粮或者有机大米。请问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是谁写的呢？陆游。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呢？欧洲。电影变形金刚里面与擎天柱作对的反派首领叫什么？威震天。还有三道问题要继续挑战吗？继续。如果继续挑战成功的话，还将获得杭州甲上国际服装为您提供的敦煌特产黑枸杞。问题是这样的，小说《封神演义》当中用直钩啊钓鱼的是哪位？姜太公。姜子牙。请问动画片《灰太狼与喜羊羊》当中，灰太狼的老婆叫什么？红太狼。请问《还珠格格》当中，紫薇的母亲叫什么？夏雨荷。挑战成功，恭喜这位同学成为咱今天的头脑王者。哎，多好啊！互动答题，好礼相送。别忘了您身边的这个家人和朋友们也告诉一声，让他们也参与进来，一块参与吧。报名方式呢非常简单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，关注我们的小编同学，或者呢拨打电话04318908900参与互动。好，长话短说，一起走进今天的表演课。老公，这个月的零花钱选中了就给你。真的？嗯。哪一个？这个嘛。不傻你选择的。嗯。那是你自己选择的。又是一堂精彩的表演课呀、没看够不要紧的，表演课咱明天接着上。哎，所以啊，同学们可以把自己哎编的这些搞笑的段子，或者自己拍的这个搞笑的视频发给我们，和我们同学一起来个分享。哎，分享快乐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或者呢拨打电话04318908900报名参与，有机会咱们共同切磋演技，更有精美礼品等着您。好，长话短说，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歌唱大会。
好的，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超级课堂歌唱大会。欢迎这位同学，你好。你好。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常诗琪。啊，你好，常同学，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呢？啊，我要那个唱的是《说散就散》。说散就散，来，欢迎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好不好，但其实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外人，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话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留在你手上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为什么？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超级课堂歌唱大会，欢迎这位可爱的小同学，你好，几岁了？七岁。七岁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嗯？哎？李雨阳。啊，李同学是不是？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呢？架鼓。什么鼓啊？架子。什么架子呀？是不是架子鼓啊？好，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谢谢。好了，下面又到课间操的时间了，咱们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豆圆，你说时间快不快？快不快？到下课点了、啊。又到下课点了。今天课咱先上到这儿，没上够不要紧的，明天傍晚5:20不见不散，千万别迟到喽。好，最后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。